来，各位同学那边上课哦，请起立。今日，请坐。喂，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哦。这个，这课是在讲历史了。啊，讲台湾的历史，吼，啊，咱这是我写起来的台湾历史，因为过去的台湾历史吼，拢有统治者吼安尼乌白写了吼，啊，所以我改命名哦，叫做《伟大的台湾人》，日本时代，啊，台湾人都是伟大，哦，就是讲，中国讲八年抗战，哦，真伟大哦。但是台湾哦，唔止八年啦。咱哦，1895年日军入来了吼，为这个过台北市哦，全开始都该建啦。好啊，咱像我德国到菜刀哦，该建。啊，建啊，这个，这个叫做乌旗军吼。老英雄化妆做查某阿婆啊，啊，为港台南的迄个安平港吼走阿婆啊浪港，哦，就叫做阿婆啊浪港，啊浪一个就出去啊咧吼，台湾人在讲啊，登山人这都无效咧吼，阿婆啊浪港，哦啊出去，这头一个改战，哦。这日本军开6个月的时间，才打到台南。啊，为台南，这个台南是首都啦，吼，当时台南是首都。啊，台南的代志结束了后，就日本军哦都发现，哎，台北哦出现一个咱台湾民族英雄甘大师，哇，大师就是讲。力真大，敢那西同款的吼，啊，即个甘大师，中部出现哦，瓜剃虎，吼，啊，南部出现林霄鸟，啊，一只鸟，一只虎，一只狮，甲日本人夹啊呢啊呢，哎叫，啊，即拢总有7年的时间啦吼，7年的时间。啊！即款日本军用个绝对优势军力来对付你这个德国刀菜刀的哦，但是这中间冇发生这样大事，就是日本的迄个来台湾的亲王北北川久亲王，在台南街啊，在台南街啊，叫台湾人抬死，这个将军哦，叫台湾人抬死。啊！日本人哦，卖讲皇太死，讲去得着马拉利亚死。哦，啊！即摆佫刷落去，咱有14年，才爆发一个事件，遐爆发一个事件。哦，啊！14年过了后，哦，也佫有真侪活动，咱台湾人去组织一挂。即个即摆毋是用个武力啊，哦，即摆用个制度要来解清算啦，但是拢是行唔着路啦，开唔着房间，哦，自己无正确嘅路，所以咱个结盟拢无成功，啊，白白牺牲真侪人嘅性命，无参照咱即摆秘书长较巧，伊会通运用法律。哦，有得到世界强国的帮衬，到机会予咱台湾人有法度自治啦。哦，啊，这个只有一个网站啦，吼，哦，这个网站小抄等于，你会使免买我做一支，但是你爱入去这内底哦，这差不多有100万字哦，我写的。咱台湾的历史，拢在内底。哦，
啊，到我最近2006年，我去读迄个神学院，啊，去读神学院的时阵，我感觉讲啊，即个牧师吼，伫讲道吼，嘿，拢讲人生的大道理，讲啊，愈讲啊，下较困了一片，下较拢伫困咧。你讲迄啰，想过玄的物件吼，下较无咧注意听，所以我就甲伊讲，我就写一本书，叫做《圣经甲台湾》，哦，互咱甲宗教结合，互有诶牧师有通摕一本书来讲道。啊，若即马伫讲道哦，讲到领导诶代志哦，啊，就特别吼注意。所以这个网站吼，爱自己看。好，即马继续定期的讲的吼，日本时代即地高处啊啦吼。1926年6月15日，吼，有一个台湾学生叫张月成，啊，在广东日报发表《台湾痛史》。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啊，吼、哦，啊，也有人发表一篇《勿忘台湾》的册，秘密分发吼、哦，台湾各地。这个是张月成，这伊有做过一项代志。张月成被英语，这个。日本政府唔多个鸦片哦，规定鸦片哦，即啰官方都会使卖啦，哦，官方在卖鸦片。啊，当时咱的迄个蒋渭水先生，伊讲安尼不使，你毒害台湾人食鸦片，啊，食鸦片就拜托张月成哦，你写一篇英语的。要提起迄阵的联合国叫做国际联盟，伫水西要投诉这项代志，啊，张月成都该写英语的，哦，啊，他叫这个蒋渭水哦，叫因囝，哦，因囝迄阵17岁，啊，到啊暗时哦，一看迄啰大部分日本人哦，捌英语的人拢走啊。哦，下班啦，伊拉直接电报文去电信局发，啊，电信局职员 A、B、C、D 拢看有啦，哦，啊，就叫完 A、B、C 这个拍出去，啊，拍出去来了，联合这个国际联盟讲，嗯，啊，你台湾人奈得食鸦片，国政府公开的贩卖，有牌照的人才会使食。这不对，所以派一堆人来台湾来调查日本的代志。啊，日本听到惊一个，啊，要安怎的避免这块代志呢？全都叫吼、哦，叫这个连建林阿公、连阿东哦，全写一篇文章的。当时的报纸写讲哦，台湾人有今仔日的经济奇迹，是因为除了咱台湾人勤俭拍拼以外，嘛是食到福寿果，咱到这个成绩。啊，福寿果就是鸦片啦。哦，啊，所以哦，连建英阿公哦，红骂个臭头，啊，摕到300块银，啊，无多，台湾无多大。因为伊迄阵参加一个私下叫做绿色，一个木，一个快乐的乐，吼、哦、啊绿色啊绿色的人哦，该开除，你袂使踮阮即个私下做会员，所以砸300块，转远走高飞去啊中国大陆，伫山西的窑洞来对。连战安尼出世，连战呢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啦，
年前迄阵是足艰苦的时代，吼、哦。啊，因老爸吼、哦，你知照中国的想法，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啊，这因老爸吼、哦，连进东，转去读黄埔军校，这不是好男的、啊，哦，啊，都有即挂代志吼，这是讲到张悦成先说讲吼。张悦成哦，是张超英的老爸啦。张超英是啥人？张超英在即个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吼，伊安排吼、哦、一个前所未有的一项代志，伊安排李登辉总统在新加坡甲新加坡的总理吼、哦、见面。啊，是安怎来见面？因为正式方面哦，伊无法度，因为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嘛，吼、哦、啊，人也无承认。但是新加坡想要甲这李登辉见面，所以吼、哦、去高尔夫球场哦，不期而遇，吼、哦、不期而遇，我都无用啊。但咪高尔夫球场就拄着，吼、哦、啊以后、哦、这不期而遇这款的制度哦，就。安排伫台湾的迄个领导者哦，甲外国的人哦，外国的领导者不期而遇，你袂使时间安排，你甲家己的国格在降低啊！哦，这张悦成哈、哦，张悦成哈、哦，啊，这是张超英的老爸，好、哦，伊伫。广东中山大学成立广东台湾留学生联合会啦，哦，啊，第一选出五破军校的洪绍潭、张生切、郭德金、张悦成、林文腾做委员，每月哩在中山大学开研究会甲演讲，哦，啊，郭德金是南投人。但是因为广东台湾国革命青年的事件去用掠去，在台北服刑了后，哦，啊，甲台北的谢雪红，哦，开一间国际书局，哦，这是国际书局，拢是卖左派，吼，哦，左派就是讲共产党诶啦，吼，哦，一个伫萧来福的邀请下，哈，加入台湾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哦，到啊这个时阵哦，无讲袂衰，因为1917年，民国了6年吼，苏俄哦革命成功，列宁取得这个苏联总理的位置，过两年了后，伊感觉讲这个共产制度要来推广到全世界，所以成立一个叫做第三国际。什么叫做第三国际？就是伊哦，甲你训练你这个国家的人。啊，你讲我唔捌德文，苏联文啊，我要安怎去训练？伊讲唔要紧，你若日本人会晓讲日本话就好。我派一个翻译会晓讲日本话、会晓讲苏联文的人哦，给你翻译。啊，那中国人嘛是同款，吼、哦，啊，多一国，你有家己的语言吼，拢无要紧。全安尼吼，第三国是大量推销共产主义，所以一时之间，全世界有10几个国家变成共产国家。这张悦成啦、啊、哈，啊，这小朋友就张超英啦、啊、哈，张超英有写一本子弟的哈，啊，这个是张生切，这是年纪较大一些的张生切，啊，表语，迄阵的表语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即番即项标语吼，对啦，即句话吼，迄阵讲是讲啊真吓怕啦吼，而写迄头一项，台湾民众团结起来，台湾农工商学吼联合起来，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联合起来，拍倒日本殖民政策，拍倒基于旧教的家族制度，台湾革命成功万岁，东方弱小民族解放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哈、哦，就啊，迄个时阵的标语，哈、哦，好、哦，啊，即马咧有一个人哦，做台湾青年月刊，叫做蔡慧如啦，好、哦，伊是出生在牛马街啦，牛马牛马。牛尾头街啦，牛尾头即马即个名吼已经无啊啦，都是咱的清水啦吼，清水镇。吼啊，当时出版的即台湾民报就是即款。吼，你注意看吼，《The Taiwan Min 报》《民报》吼民报啦。啊，还有一个台湾青年吼。注意起来吧，时机已经来到，建议不为者，乃是懦弱无能之辈；抗拒世界潮流者，为文明落后之流。哦、台湾青年。啊，搁一个林承禄后来变做啥呢？东方出版社的老弟，哦，这林承禄，哦，即嘛。这些人的后代吼，拢也搁伫个吼，啊！啊，这个台湾民报的总批发处，伫大安医院的隔壁，这是大安病院啦。即马这间厝哦，变啥人个？移民个啦。所以移民哦，移民知影就变点，恁知影啦吼。哦，不食个吼，鱼米真出名啦。鱼米饼店哦，对一间啦。哦，啊，迄阵哦，往个里啊卡，哦，啊，头前唔代是头前人在拖啦，唔是牛在拖啦。哦，啊，纸呢，布纸在遐，啊，即挂人哦，爱注意哦。头一名为倒一兵是啥？蒋渭水。蔡培慧，蔡世谷，林承禄，黄忠的黄兆钦，蔡慧如，这个黄兆钦，这个蔡慧如，好，当时大家拢穿西装嘞，吼，今麦电脑较无人啊。1926年。到27年两年中间，是台湾文化协会左右两派甲中央派开始理论斗争。这个台湾文化协会是成立是真单纯，但是被共产党强起来了，发生共产党了，共产党侵入文化协会。取得文化协会的领导权，哦，这段吼、哦，知影人较少，哦。民族主义派就是林献堂蔡培慧，林献堂就是无方的林献堂，这个、台湾有两个大家族拢姓林。一个是武峰林家，这是林献堂做主席啦。啊，一个是这个板桥的林家，板桥的林家就是吼、哦，诶，林家花园。啊，林家花园哦，这个是代表人物是林雄增吼、哦，林雄增。啊、哦，啊，中间派是社会主义派，就是。连文清跟王冰川，这是共产党派了，叫做社会主义派。
中间牌是蒋渭水。啊，迄阵各种理论都走出来，因为自由，日本人哦，虽然甲你控制着，但是互你有某一种的自由。啊，你若犯伊的法，伊甲你抓去关哦，算几个月啦尔，毋是甲你枪杀，几个月啦尔吼。1926的论文《资本主义争论》哦，真多啦吼，阶级。阶级跳跃论，哈啊，反驳中国改造论，哈啊，给陈逢源氏的公开状，哈，两年了，中国的国共分裂出现，中国社会史论战，哦，所以哦，咱台湾哦，当时的思想。是思想界矛盾尖锐的程度，已经比中国更加进步。咱台湾靠自由啊，所以会使去讲真侪代志。啊，中国来啊，都迄个蒋介石干那会晓清党啦，要抬共产党。哦，啊，清党的时阵哦，啊，都一面倒的哦，所以伊啊言论不自由。哦。啊，蔡培慧这个人啊，相当出名，是《新民报》的，伊做一首歌，即卖这首歌我袂晓唱，哦，黑潮澎湃，恶气漫天，强暴横行，莫敢言。这当时吼，当时的一条歌啦，但是即卖唔知要安怎唱，咱唔知啊，啊，啊，这台湾人吼。看这六三法，什么叫做六三法？就是这个日本人来占台湾了，和这个总督哦有更加大的权力。总督定的条约，定的迄个规矩，就是法律。所以这个款的权力哦，叫做六三法。哦，啊，所以。台湾人哦，想要甲六三法废除啦吼。1921年，六三法实行就要满期啊。1921年，1895年就有六三法，到个1921年，吼25年就要满期啊。所以吼、哦，在1920年，林献堂200多人在东京。召开开了反对六三法的示威集会，示威集会，哦，讲害我自治权废除六三法，哦，宪法实施于台湾，这两代志要是有做到无？到个1945年，哦，4月初1。咱台湾实施日本宪法，所以变作台湾变作跟日本是日本的本土就对了。吼、哦，六三法吼、哦，是为理论的讲起来，是要来废除特别统法。啊、哦，啊，在日本帝国议会吼、哦、立法。所以引出一个另外一个代志，就是要求撤销是消极的做法，好、哦，应该终止六三法，好、哦、啊，然后来推行哦，更加有意义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就是讲咱台湾人爱有台湾人的议会，好、哦，这是对日本人的要求。啊，这个台湾议会吼、哦，这个1921年1月31日，吼、哦，在日本国会提出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吼、哦，啊，但是啊，这回无成功，
哦，宗旨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的子弟要求，由台湾公台湾人民公选议员设立台湾议会，哦，啊，实行台湾的特别法律甲台湾的预算等等的通的法哈议会啊。啊，这个就是当时，当时的这个第八任的总督田健治郎，哦，1921年六月公布台湾总督府总督府，不是总统府哦，总督府了哈，评议会官制。表面哦，讲是议会的名称，实际上哦是专制独裁，哦，甲应声虫，哦，诶，民意机关，所以叫做总督府评议会来欺瞒台湾民众。伊安怎来骗台湾人？就是讲总督做会长，哦，总务官官任副会长。国际官员有议员有七个，交侨居台湾的日本人占九个。哦，台湾人是九有九个，但是这个吼，哦，就是意思就讲内底诶，这个议员哦，人数大部分拢是挖日本的，不是日本人，就是挖日本的台湾人。哦，啊，这是。这不是台湾意识啦吼，啊，台湾的评议员议员哦，郭先生啊，郭先生都大家都知影，伊就是哦，去水顶家邀请日本军入台北的人啦吼，啊，林雄正就是林家花园的人哈，他都我有讲，棒球林家的人吼，啊，这挂人来担任。但是也叫林献堂做一个议员啦，因为林献堂的名哦，让人认为哦，这里是总督府评议会，是台湾有迈入民主的代志啊哈。这个林献堂，当时因要出发去日本。要要求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哦，所以被团体照。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甲文化协会诶，取名双管齐下，同时成为台湾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主流。好，哦，啊，以后14年一个。间哦，有15遍的请愿运动，就是咱台湾人在日本政府的统治下，用个日本的法律哦来实行民主的做法哦。有14年间有做15遍的请愿运动，啊，台北的蒋渭水，哦，在东京所进行的哦，看到哦。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哈，哦，每边受到打击，都要来考虑要安怎来对台湾来帮战，哦，啊，都设立台湾议会旗城同盟会，哦，1923年，石焕长哈，哦，为台北市的警察局哈，哦，提出申请。但是三天了，日本的总督认为这是有害社会的公安，把你禁止。你提出这个台湾要安怎设立议会，啊，让台湾人有较民主吼，哦。啊，但是随着去哦，总督给拍戏杀，吼，哦。但是2月16日，就是2礼拜了后。在东京为日本早稻田警察署提出申请，并被
一个社团伫台湾申请无准，但是我去东京来申请，哦、所以吼、哦，伫二月二一日伫东京台湾杂志社举行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成立大会，东京迄边吼，我去你要成立什么会拢会使。在台北的这边哦，都给你冻掉的，啊，去东京那边就 OK， 啊、哦，好、哦，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代表团到个东京的时候，台湾新民会就是会长林献堂，啊、哦，副会长蔡慧如，啊、哦，啊，举办哦，召集200个人哦，举办欢迎会。啊，台湾出身的飞行员谢文达，吼、哦，用过驾驶的飞机为东京上空来压这个宣传单。啊，这個、宣传单有写讲，台湾人呻吟在暴力政治下久矣，和台湾人议会吧，殖民对的中独独裁主义是立宪国日本的。耻辱了哈、哦！这个夏文达是啥人？夏文达是一个咱台湾人，伊去日本读迄个航空学校，啊，读航空学校出来就会晓开飞机啊。得头一个台湾人会晓开飞机的，啊，这项代志伊个也有做这个竞赛，伊得着。来第一名、第二名，吼、哦！啊，台湾人哇，那真高，咱台湾人那真高。等下台北的时阵哦，台北人哦，集合着吼、哦、钱20000几块，当时20000块大概真大，买一台飞机送给这个夏文达，啊、哦，送给夏文达啊，夏文达吼、哦。就是讲，就是讲，把飞机送给夏文达啦。啊，有一回我伫洛杉矶演讲，讲到这段，下卡一个人讲，伊是夏文达的囝，吼、哦、啊，所以买这位演讲嘛，伫台北哦，过两过一带有一间厝，哦，我们才嘛不单面台北见面。啊，讲到郭先生。伊就伫1923年，伫台中吼、哦，公会举行十四演讲会，俄罗日本人吼、哦，会得奖，啊，讲咱人宁可做太平之狗，愿意做太平的时代到，啊嘛不爱做乱世的民啦吼，即郭先生自爱身价啦吼。哦啊！1923年，大小台奸如林雄真、蓝高川啊、哦，蓝高川哦是阿高，阿高是多位，阿高阿高跟屏东，屏东阿高啦吼，高雄是大高嘛，哦，阿高。啊，到听参书啦，吼、哦，吼、哦，郭先生哦，组织公益会，郭先生哦，指定会长，吼、哦，啊，所以台湾民众哦，都该卖骂，这个是卖国奴，都啊，臭狗，啊、哦，啊，这个、林佑春哦，这个、林佑春是这个武峰林家诶、欸，我武峰林家。咧武峰哦，林家设立台中一中，所有各都市的一中哦，拢是日本人设立的，独独台中，台中一中是林献堂设立的，哦。第一台北、台中、台南三地三个所在举行，讲公益会无好啦，所以。组织一个全岛无
无力食大大会啦吼。哦，啊嘛，即郭先生是二十世纪的败类。啊，这个，但是这个拜类讲哦，我们拥护我们自己的自由跟管理，势必扑灭伪造哦舆论、柔韧正义而自称有利者大会的怪物，对，这个是无利者大会，这个是有利者大会哈、哦。啊，林献堂出身，把这个挖苦这个外来者的迄、那个。糟糕，重重打了一记耳光了哈、哦。这是无力者大会，哦，的相片。啊，这里是提倡这个无力者大会林佑春的。啊、哦，1923年，透早在地顶欢迎有这个三号。一般的检察官的指挥下，非法同时在台湾各地，哦，到个宜兰，南到个高雄，逮捕两届议会其成同门干部41人。日本人的通敌哦，伊毋是讲一声讲啊，这个发现到一个无介意见无拄好的人哦，全给抓起来，毋是安尼。伊就去看这个人爱抓，啊，这个人今日甲相见面，明仔再甲相见面，后日甲相见面，啊，按直看去，直看去，啊，做一群抓41个，哦，所以是因早就训练好些，啊，那中国警察哦，今日看这个，就抓这个，所以哦，愈抓愈多，啊，日本人一抓就一网打尽。三号检察官，伊讲台湾人3年一小犯，5年一大乱。伊讲台湾人无资格要求自由管理啊。往个印度圣雄吼，就是甘地啦，啊，叫做甘地啦吼，威力啦吼。当时有一个流行的一句话吼，郭先生比甘地，汉子谦比虎气。破流鹅比玉器，这就是当时哦流行的讲，你甲迄个郭先生讲个遐悬啊，遐悬，你哪个啊？郭先生比甘地哦，你就差不多咱哦个比例，就讲汉子谦比虎气，汉子谦无简单嘛，虎气真贵咧，啊破流鹅比玉器哦，这是当时啦哈。啊！日本人开始抓人，哦，这12月16日，1216，哦，诶，事件有41人去用抓到，哦，啊，58人收缩传讯，哦，啊，抓去4个月，蒋渭水、蔡培火，当时你加入共产党，嘛是4个月那里啊，去用抓4个月，毋是伫台湾哦。蒋介石以前就枪毙，干那样枪毙来呀吼！啊，伊是抓4个月，啊抓3个月有蔡慧如等等啊，罚款的人啊一滴，啊也个不起诉者11人，好、哦，这都是日本对这个异议分子诶抓去诶处理方法，伊毋是讲家己枪杀，好、哦。啊，这个是王明川，吼、哦，这是第一个剧中吼，第一讲下来对作诗。莫笑书生受其祸，民权正起亦堪尊呐、啊。且喜平生多旷达，不将得失作悲欢。人生求学终何用？只在修身于技时。这应该哦，用个台语来念，吼、哦。但是我台语无迄个水准哦，念袂出來。吼、哦，那有人会晓念无？
安尼即句，即个是会晓念的，来念好，互大家听看卖。啊，即真可怜。咱哦，咱受到了弱化教育哦，连家己的母语哦，拢袂晓念。啊，蒋渭水唔都叫用判四个月嘛，哎，伊就去刚刚来对144天，144天中间，伊吼研究政治经济学，吼、哦，伊本来想讲要去早稻田大学吼、哦、读政治经济科，啊，无去，吼、哦，啊，伊即卖伫刚刚来对四个月，伊吼、哦，伊。自己认真读政治经济，增加文化主义、明治维新、政治哲学，其实伊去刚刚中间吼，强化蒋渭水的精神武装。啊，这个蔡慧如唔多关三个月吼，三个月出来。你看卖，欢迎的人一大堆，街道顶去上，哦，抓回路。哎呀，日本人讲，哎，哇，你要去一个干啊，个排队哦，为只安尼哦，排队哦，大家沿路给你行哦，行几十公里哦，啊，浩浩荡荡的上街的蔡慧如哦，一个干啊，啊，这么说啊，你讲安尼，哦，一群人哦。去欢迎啊！安尼，安日本人安尼，感觉伊做唔对，所以哦，以后放出去的人哦，袂讲做一工放，提早两工放，啊，你就无人来嘛，哦，啊来你就唔对嘛，哦，所以这日本人哦，学一点巧哈、哦。啊，这林佑春哦，是日本时代的诗人啦。1902年，甲因叔啊，吼林慈先甲蔡慧如创立立社。建立立社是私下，咱台湾伫即个日本统治的时代吼，咱有300多个私下，偏中国较侪。中国要做汉室哦，那有啥物私下？啊！那台湾那成立遐尼侪私社，都、就是即个一来日本来台湾哦的时阵，第一都加第即个一日中哦，台北一日中加即个电影欢迎之间哦，有一个孔子的庙哦，佮拆起煞。啊，即、這个是袂少知影讲，因做唔对。因为要统治汉民族，把孔子提出来哦，大家拢乖乖跟他顺嘞，哦，啊，这个安做唔对，所以做唔对要安怎补偿？哦，都举办敬老会，你那80岁就给你一支乖啊乖啊，哦，啊，一支乖啊有特殊的记号，啊，那什么鬼系都成立什么，给你什么礼物？哦，90岁有什么礼物？啊，普通让你成立私下，让你做事。啊，日本的总督嘛是去学汉诗，吼、哦。啊，这种爱用学咱台湾话，咱台湾话是叫做葫芦话。葫芦话就是讲，伫中国的黄河洛水上早期的文化的话。哦，啊，台语有15个音调，所以伫。唱台语诗的时阵，袂像在袂输在唱歌同款，吼、哦。啊，这个咱这台语真好，吼、哦。但是真可惜，北京话吼、哦，这胡人的语言吼、哦，就是胡说八道的人吼、哦，胡言乱语的人吼、哦，掌管。啊，这胡言乱语专来通敌这个。咱台湾的话吼，这大家爱注意。咱台湾的话吼，咱有15音，吼。举一个来讲，咱若讲啊，即个桌顶哦，
平平平，啊，你要安怎注音符号？要平平平，你咧做要安怎注音个？你无国北京话都无平平平嘛？水水水，红啪啪，吼、哦，这拢无法度。啊，咱哦用个台语吼、哦、来念即挂哦，吼、哦，即得期待咱以后哦，去找些人才吼、哦。啊，来推广即挂咱台语文的运动，吼、哦。好、哦，所以这里他都讲啊，这绿色，啊，绿色内底有一个会员，吼、哦，林亚彤、林亚彤，啊，林亚彤写一篇文章，受到日本人拜托，这个国际联盟要来调查。啊，所以林亚彤就写一篇哦。台湾人的经济奇迹是受到除了咱台湾人勤俭打拼以外，嘛是受到咱食福寿果对食阿片的帮忙啦。啊，所以吼、哦，绿色专给开读，吼、哦，这绿色，哦。啊，林佑春、智多星又称小猪哥啦，哈、哦，做。头一任台湾民报的社长，哦，啊，这个，这自警事件的影响，哦，名气强化名气，强化政治社会运动者，哦，这做出民族英雄，哦，汇集了政治权力所需要人心，激化。政治社会运动所需的浪潮，但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宗旨，哦，经过十四年间，哦，三个时期的曲折了后，哦，这个还有918事件，918是什么代志？九一哈，不是九一八哦，是日本军哦侵入中国东北的东北事件啦吼，九一八啦吼。啊，你知影东北哦，中国东北哦是大台湾36倍，人口计咱在20多倍，吼。啊！日本军这去哦，日本军打台湾，为台北打个台南哦，开6个月的时间，啊，打中国两个月哦，都把规个中国东北占来。啊，中国东北不是无军队呢，看到日本人咯，走，干那样走来尔，啊，台湾人就得得过道菜都来拼，啊，那主要讲。第一，中国的东北是咱台湾人住，啊，日本人用过伊的兵力来打中国东北，要开288年才开打赢，所以吼、哦，咱台湾人实在真伟大吼，啊，即个代志吼，拢无人讲，吼、哦，干那我吼，我踮咩网站发表，啊，所以有人都伫骂我，啊骂，做你去骂。甲即马咱个秘书长同款，你若要骂秘书长哦，个文章嘛一大堆，啊骂出去骂，吼、哦，伊有伊个优点，吼、哦，啊你讲个无一定属实，吼、哦。林献堂、林承禄、蔡培慧第15次提出请愿以后，吼、哦，了专攻。终止这个运动了、哦，所以无效啦，终止，买申请啊，啊、哦，啊，他都有讲过，蔡慧茹哈、哦，还有一个蔡志刊哈、哦，苗栗后龙人，哈、哦。简称病啊，病，啊、哦，
老爸吼是后人归长，归长就是咱即卖市长的意思啦吼。归长在迄带老爸去日本，22岁伫东京，华西啦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把陈少白中国陈少白吼加入同盟会协助孙中山。1926年，在日本开设一个商行，吼，阿专有钱，在南洋拥有咖啡园、橡胶园，古哪有？吼，这台湾人做生意成功的人，啊，这里是袁世凯，中央迄个是大卫首相，哈，那日本人。啊，这是蔡锷，那蔡锷出现在家，就是这个蔡锷离开中国哦，的通敌哦，来去台湾，啊，台湾给保护，各个送去广东、广西那边，吼、哦，这蔡锷。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这日本人。这张作霖啊，这个东北的迄个张作霖吼、哦，啊，尾就坐火车去火车爆炸，啊，来实施，吼、哦。张作霖的囝啥人？张学良啊，张学良对，啊，张学良哦，要阁讲代志，张学良唔落去哦，蒋介石。软禁，因为伫西安事件内底吼，无甲蒋介石台死，阿全哦，颠倒宋美龄爬去西安，甲蒋介石救出来，救出来了后，都这原始的策划者都是张学良，阿就甲张学良了解关系。尾就日本政府1945年哦，宣布投降。啊，这个打败仗的国家，中国变作战胜国。啊，战胜国就要去接受中国东北，要接受中国东北。张学良的兄弟掌握了军权，中国东北拢听伊的。好、哦，啊，蒋介石叫陈诚去，袂晓运用，就讲你这个张学良的兄弟，你这是叛徒，要抓。好，要抓，结果一声两声，中国东北转变成共产党，这是一个大败笔。哦，这个因这个张学良的兄弟转挖苏联去，哦，挖共产党，啊，所以颠倒抗战胜利一声，中国东北才拍无去，这是蒋介石。是无想到的代志哈，所以这张学良因也后代，这个是文化协会哈，上中啊，这个是林献堂，啊，这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东西的口语啊标语。文化协会第一次历史会1921年10月27日，哦，顶头迄张图就是台湾文化协会第一次历史会1921年10月27日，哦，内底有蒋渭水、林献堂、连文清，后壁排有蔡培慧、林佑春、王铭川、谢春夏、赖和。赖和是一个诗人。即摆啊，第一即摆台湾人哦，都用个组织回乡的部分哦，来对抗日本，吼、哦、啊，所以在1920年，吼、哦、台北医专的学生吴海水，吼、哦、等等的人吼、哦，啊，在大稻埕、台安医院是啥人？是林，
蒋渭水诶便宜啦吼，他们遐聚会，设立文化公司，啊，要去发展，吼、哦，台湾文化协会，这是1921年，十个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思想中心，发展出台湾文化协会。啊，同时1920年，在东京也有一个台湾青年，吼、哦，会集结出来。哦，啊，蒋渭水，迄是少年的时阵，吼、哦，这少年的时阵，这个年纪较大的时阵，吼、哦，蒋渭水。哦，啊，这张咱大多有看到，就是讲，在台湾边的隔壁，吼、哦。台湾兵是底下一间，啊，隔壁就是台湾民报。即吼、哦，当时吼、哦，出现了台湾人生病了，这个病吼、哦，医袂好，是无人才，所以到目前要安怎根除这挂病源？啊，所一诊断的结果是，咱地食营养不良症。除非你食这个地食的营养品，是无法度通治疗的。文化运动是对这个病的唯一治疗法。哦，这个文化协会就是要给治台湾人的病，让台湾人有地位。文化协会成立第10月17日，1921年。1921年，日本人1895年，21年过加5年，26年了后吼，咱成立这个，吼、哦，成立这个台湾人的非武装抗日的运动，吼、哦，啊，往个天主教在台北相连的进修路中啦，吼、哦。来举行，吼、哦！大会进行中的时候，推这个吴芳林甲林献堂做总理，蒋渭水做专务理事，共41个人，评议委员44人，吼、哦！啊，设本部在台北，吼、哦！啊，台湾民报，吼、哦！蒋渭水在1925年，吼、哦，伊讲为这个新的元旦起，大家拢来讲读台湾民报，因为民报是台湾人的报纸，台湾360万同胞，吼、哦，唯一的言论机关是台湾人的灵魂，台湾人的先导，是维新的工具。啊，这个蒋渭水哦，不妥协，敌我分明，无中间地带，吼、哦，这都是也是一个造成政治甲政客的中间。蒋渭水要就较早死啊，吼，啊去予人封做台湾人的救主，哦，蒋渭水推动本土运动，哦，啊，最后的目标是。台湾人全体的经济、政治、经济、社会的改善，哦，伊是一种彻底不受隶属的民族运动，所以本土运动也是台湾人的民族运动。同胞需努力，哈，需团结，团结真有力。做一个台湾人感觉真骄傲。在台北有这群人，在新竹有这群人，吼、哦，在台中有这群人，拢来参加，吼、哦。台南蔡培慧，吼、哦，等等，吼、哦，高雄吴海水，吼、哦，东京林晨露、杨兆佳，吼、哦。啊，文化协会
到底在底底变啥物放？伊底有回报，有读报社，吼、哦、啊有通讯讲习会，夏季讲习会、演讲会、青年运动，吼、哦，因做一寡当代志哦。这都是北港读报社。咱即马买一份报纸，十块钱，俗俗啊！吼、哦，啊，你咧订几年，啊，拢甲你送报纸到恁家。但是啊，但是这个东西吼、哦，要安怎、哦、困难，所以吼、哦，报纸送几个重点，吼、哦，啊，大家来迄间吼来读，这叫做读报社，吼、哦。即马这个这款的无流行啊，吼、哦。读报社，张伟水、林佑春、哦、林片东、哦，社余来源就是在林片东的厝里啊，是不？哦，这张伟水哦。替咱台湾人哦去诊断，讲你到底破什么病？哦，啊，诊断的时阵哦，伊就讲姓名台湾岛，性别男，年龄27岁，原籍中华民国福建省台湾岛，即马住喺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位置东京120到122度，北纬22到25度。职业世界和平第一关大门的守卫。遗传有皇帝、周公、孔子、孟子的血统。哦，啊，素质哦，有强健天资聪明的素质啦。哦，啊，但是一破病啊。囡仔时代就是讲民政的时阵，伫郑成功的时阵哦，身体还阁臃肿，头壳也清楚，哦，啊动作啊灵活，但是伫晚清的时阵，政策中毒，身体全歹去，意志全薄去，品质歹去，哦，啊转居日本帝国以来，受着不完整的治疗。有小可恢复，但是破病200多年来无通解医啦，不容易医治啦吼。啊，现在的身体是吼，道德败坏，人心刻薄，物质欲极强了吼，缺乏精神活动，风俗丑陋，极度迷信，即摆。在台湾哦，要较迷信，要较厉害，哦，极度迷信，身世不远，缺乏讲卫生，堕落哦，腐败，怠慢等等，这张伟水发现的咱台湾人的症状，哈、哦，干来用争眼前小利，智力浅薄，啊，这讲嘛台湾人哦。恬不知耻，四肢倦怠，惰性满满，意气消失，完全无朝气。这就讲台湾人伫破病啊，破病，家己研究起来，伊是破这款的病啦。好、哦，主诉头壳痛，因为晕眩，哈、哦，腹肚内底哦，啊个腰，哈、哦。医师看到这款的病症，就是讲，嘿，台湾人的头平身体较大，这是本来是思考力发达的一个现象，但是问去两三项哦，尝试，拢回答不得要领，哦，这是脑筋不充实，这是愚蠢的低能儿，哦，问一些稍难一点的哲学、数学、科学、世界景色。都头晕头痛，啊！但是另外看到台湾人的手跟脚很肥大，是因为劳动过多哦，啊，
看北斗，北斗吼，就嘛散散啦，入落去，吼、哦。啊，诊断，伊诊断讲台湾要安怎医，吼、哦，还伊就讲诊断世界文化时期的低能儿，原因是知识营养不良症，间接是伊的慢性病，也个间接个预诊。受疾损伤，应及时当地诊疗。药的方法哦，无拖延的话，可能台湾会死亡哦。哦，啊，要治疗的方法，处方就是受正规教育质量。咱台湾人爱受正规的教育，补习教育嘛是质量。入去幼儿园嘛是质量，吼、哦，设图书馆嘛是质量，读报社也是质量。那服这个咧这款的药啊，二十年了后，吼、哦，会医好啦，吼、哦。这是1921年在1月30日，蒋渭水对台湾的未来所写的、所讲的。但人破病啊，要安怎医？吼、哦，就是讲你爱学这個，互你有知识，吼、哦，啊，互你有教育，吼、哦，啊，识图书馆、读报社，啊，安尼吼，聊聊要创哦，以后咱都会健康起来。吼、哦，啊，这个文化协会当时提倡的都是言论自由，改善陋习。破除迷信，伸张女权，文艺复兴。这个，你知影日本人入台湾的时候，看到咱台湾的查某是白卡，啊，要甲这个白卡这个代志哦，改废除，也不要简单哦。白卡是一个查某上痛苦的代志，哦，啊，但是。人受到弱化教育了，感觉白卡大，无白卡你这个家庭哦，这个歹，有白卡的家庭哦，较高尚，啊，所以大家查甫拢去白卡，哦，中国就是安尼，啊，这台湾嘛，同款啊，迄阵做满清的，和满清统治的时阵啊，满清就甲你，恁若要白卡，你就去白啊，哦，啊，这白卡哦，要给破除。化毒这个白卡吼，嘛开几十年的时间，到有法度甲台湾人思想，这个白卡的思想甲提起上，吼、哦。啊，这个文化协会吼，邀请在日本受教育的台湾人、台湾囡仔、青年人，倒来台湾来演讲，来演讲吼。1923年到1926年，吼、哦，之间3、4、5、6，头尾年4年，吼、哦，演讲798场，啊，伊个会场哦，拢照戏院啦、寺庙啦、工厂，啊，有59遍吼，了逼迫吼，终止啦，276遍吼，终止。啊，有2991个讲师，吼、哦，啊有个10、100、1000、10000、29,581个听众，那算还遐清楚，迄日本的数字，吼、哦，但是实际上哦是超过这个数字，吼、哦，伊一个咧林献堂伫1925年4月19日伫李林。李林在做第中华一款，哦，中华关，一场咖啡厅，哈、哦，演讲，场内会有300个位，但是外口有超过3000个人，买我来听这个林献堂的讲，哈、哦，演讲。但是日本人无甲伫厝诶外口诶人哦，实在咧，所以听到诶人哦，也较侪。
哦啊，同时咱台湾人嘛真侪运动，哦，台北青年会、草屯、哦通宵、鸡人、台架、中华武山青年会、中华妇女、哦朱罗妇女，朱罗就是家己啦，哈、哦，台南基督教青年会，哦等等。即蔡志堪哈，蔡志堪就是讲，即是有钱的台湾人，伫南洋有过来迄个橡胶园哦。即、这个蔡志堪哦，是表列后人人哦。啊，老爸蔡义安哈、哦，是后人的规定，在迄个老爸去日本，二十二岁为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哦，加入同盟会，哈、哦，协助孙中山。一九二六年在日本开设，哈、哦，这商行，还、啊、有变作有钱啊。一九一三年袁世凯被称帝，日本的首相，哈、哦，被孙中山为阻止，哈、哦，日俄。通过赞助袁世凯变更国体、哦、派李烈钧赴日，请蔡志堪协助、哦啊、蔡志堪就是在日本的司法院、哦、大臣、哦、说这些道理、哦、所以终于打消 袁世凯称帝的议案，日本人变成没给他支持、哦、本来日本人要想要给他支持一九一四年哦，袁世凯演出红线称帝，软禁反对派的蔡锷将军，哦，他都有蔡锷的照片嘛，哦，啊，蔡锷脱险躲去日本，假到台湾，要登去云南，哦，啊，蔡志堪受托他们台湾接应，啊、哦，蔡锷为坐轮船。到个鬼人，哦，日本建设得知加以流难，声言吼、哦、要改这个蔡志堪哦，要上去的上海，和袁世凯处理。啊，蔡志堪四鬼奔走，最后用个八千银元贿赂水上日警，潜行为梅仓逃出了哈。哦啊、船主蔡德喜、哦、派侄儿蔡安负责运送，哦啊，转个蔡锷上去越南海防，哦啊，袁世凯派刺客在码头阻击，结果暗杀了台西一个人，因为伊的皮包有写一个蔡字，啊，想讲啊，这就是蔡锷，啊，但是蔡锷得以逃脱。去云南组织护国军，敲响了袁世凯丧钟，哦，这就是咱这个台湾人帮助中国的革命的一个事实的代志。但是中国人忘恩负义，拢一点拢无咧讲，哦，啊，这就是蔡锷。1928年五月到六月的时间吼，这个日本的来过吼，这个外相田中义一为田荣秘密赠送了一个奏折，哦，就是日本帝国百年大计的奏折，称为田中奏折。东北的张作霖哦，要得到这個消息，拜托蔡志堪，你来给他帮忙，哦，啊，这个用个正统，用正式的方式，谍报方式嘛，无法度取得，哦，啊，以配合日本的内政的矛盾，蔡志堪哦，哦，向民主宪政党哦党魁哦游说，攻击田中内阁，一心。
向满门要进的冒险策略，使中日两国交战后患十分危险，民主宪政党欲击败执政的政友会。接着是大卫首相，日本的元老大臣开始挖英国美国，看见少壮的青年军军人这专横，所以这事情跟他们打起来这让田中内阁跟元老蔡志刚会谈，逼黄道派默许给予支援进出田中内阁，田中奏折呈天皇阅后，天皇看到田中奏折没批交内阁来执行啦。本来田中内阁就是说叫这个日本天皇来执行这个法律啦，这个行动啦，所以蔡志刚他想讲，摕到这个国家机密透过中国政府一定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讨伐西方强国会跟日本军阀施加压力，使田中内阁倒阁，应避免一场战祸，保持帝国的体制。因此，他决定要来插进去这个田中奏折来对所以。所以当时这个1628年，以有72号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所以有人就去日本保守严密的皇家书库，取出田中奏折的原本，这个涉及八方面。约3-4万字，有60多页。在1927年下半年，田中主持过多次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都是要侵略中国。到会者有政府各省次官等等的人领物的朝鲜总督、警察局长一堆人田中内阁、田中奏折都是东方会议的纪要，就是我们要按照打中国两个夜晚，整整两天两夜，蔡志刚全文抄笔，迄阵无 copy 嘛信嘞，无人 copy 嘞专该抄，往个抄的该摕出来交予东北保安司令官面呈东北防军司令官张学良过当日蔡志刚就回来日本王家珍把这个秘密的文件转给外交部，外交部用过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名义概略发布，在1928年12月，国王白皮书将田中奏折刊载于《南京时报》《时报月刊》。哇，这个看到哇，日本要侵略中国，所以一片哗然呐这都是咱这个蔡志刚台湾人为这个中国在做代志。1911年918事变，日本侵华就是派进去中国东北。918在一个田中奏折发表于《上海日报》呼吁世界各国正视日本侵略的野心发表了专专都甲日本国际上对日本有骂。在1927年，
关东军在黄姑屯炸死大帅张作霖。张作霖哦，在这个蒋介石哦，在北伐的时候哦，打到南京哦，一转哦意志，伊就知讲这个黄埔军校的迄个军队哦，会强哦，伊无法度对付，因为伊是上苏联的武器，苏联的教官哦，强伊几啊倍，连锁那钢管强伊几啊倍。所以一转在东北意志哦，你国民党要插什么旗，我替你插这个旗哦。啊，但是这个时阵哦，炸死了张作霖。哦，这个啊，大家拢去黄姑屯现场调查，汇集证物。蔡志堪哦，以高价购得一门废弹筒，上面稀有印有日本帝国军工厂自制标记。哦，年底在日本众议院开会时，哦，民主宪政党哦，红国这个物件指责田中内阁暗杀行为。哦，这个暗杀哦，留下破绽，因为有炮弹。炮弹顶头有印日本籍，这个炮弹是日本籍，所以日本去谋害张作霖。啊，1937年，蔡志堪为南洋回来后人，哦，苗栗后人哦，啊，1941年去用抓去，抓到1945年才放出来。哦，蔡志堪。一生军阿兵为中国人出生入死，跟日本政府斗智。哦，田中奏折中哦，花费90,000余日币。哦，最后收为宰相，有没收霸占，使他晚年生活困苦。这张作霖他都要看见哈。啊，今晚讲。台湾文化协会，哦，是台湾人的台湾，哦，在台湾多来蒋渭水倡导下，哦，甲初期的社会主义青年王炳川的协助，台湾文化协会在多来才成立。中央这个林献堂。以及我这里从左算起了洪元煌、黄承宗、蒋渭水，第三位蒋渭水啊，这是蒋渭水。啊，这个林献堂，这里林献堂，啊，连文清，连姓连的，好，哦，后白有蔡培慧。林佑春、王炳川、谢宗华、赖和等，蒋渭水，咱捌听过伊个名真侪遍，啊，到底伊是虾米款个人？咱小块来了解一下。蒋渭水出生个1891年二月初八，1931年8月初5，哦，因老爸是王国。更上名的，所以哦，这个囡仔时阵做个基童啊，但是伊发觉做基童的工作，并无退行传达意志，反而误导来求神开拓的人，哦，因此对神明永不回头。以后对迷信，哦，恶习更是抨击，都批评了哈。阿英兄，伊个阿兄吼，来福是拍拳头的，啊，小弟是蒋渭川，哦，栽培受业于宜兰哦，
十七岁就去宜兰公学校，十七岁他去读小学啦，哦，读三年就考掉台北医学校，就是即马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啦，吼。1918年改做台北医学专门学校，为台大病院的前身啦，吼。伊受到现代的教育，哦，啊，产生政治热，哦，啊，在异族统治下，伊有勇气受到同学的爱戴，哦，但咪因为怕日本人，予人禁足两星期，嘛在网甲举行学生大会，甲下上州水南庄举行，哦，会议。鼓吹民主革命。哦，1911年，身为医生的孙中山，诶，反清革命成功。哦，消息传来，和这个这挂人哦，哦，热烈反应。哦，蒋渭水。1915年。总兵军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哦，啊，设立台湾兵，哦，啊，即马就是台湾兵，就即马的迄个人民北路宜美食品，哦，这个所在吼，啊，伊甲完全奉献出来，对台湾的民族自救运动、甲文化运动来出力。啊！追求解放进行方法，哦，定啦讲日本的迄个暴政，哦，啊嘛派秘密派同志汪俊民甲杜聪明组织暗杀团去北京，要去杀啥人？要去杀袁世凯，哦，啊，伊的方法就是讲哦，培养病原细菌。培养一种细菌，啊，投入该放的多，达官显要所要用的自来水中间的水源，伊准备要杀死这个中国的大官，啊，就是培养一读医学院嘛，啊，医学院知影要安怎做细菌，啊，细菌来该放的，啊，放的就是要让你大官死，但是这项代志无成功啦，吼。杜聪明可能真侪人知影了吼，汪俊民、杜聪明，1920年成立文化公司，哦，啊，后来这文化公司变做台湾文化协会，哦，啊，伊嘛把互掠去关，哦，啊，1927年成立台湾第一个政党。哦，台湾头一个党，哦，是叫做台湾民众党，哦，啊，迄阵的口号是“同胞需团结，团结真有力”，来消除内部的竞争啦，吼，免乎这统治者得利。台湾的蒋渭水、菲律宾的李萨、印度的甘地。中国的孙中山是亚洲近代杰出的革命家，哦，其中蒋渭水甲甘地较相似啦，吼，主张和平的民主革命，这个蒋渭水一生和日本人关十几遍。啊，关在国伊有一个特质，就是讲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啦，啊，吼，哦，就是不是要行中国的中庸之道无咧，吼，哦。李勉龙在1930年，吼，哦，议会运动甲蔡培会交接，吼，哦，总督后来对小林保安科长变成好朋友。就变成跟你跟敌人变成好朋友，这就是妥协，哦，跟无彻底的特质，哦，啊，
啊，当时蒋渭水甲台湾兵役的收入全部投入去社会运动，哦，所以台湾兵役也变作当时所有的同志的迄个集合所在，食堂要食饭嘛，怎么样？啊，个嘛要困啊，怎么样？旅社，哦，啊，众所周知，台湾工友联盟的三伯。哦，都是这条件下，哦，啊，伊咧翕相的时阵哦，绝对无坐上中啊，上重要迄个位吼。第各种的运动，伊拢徛喺上头一线，哦。啊，要就咱台湾人讲，伊是台湾人的救主，哦，这个蒋渭水。啊，蒋渭水甲蒋渭川有啥物？蒋渭川是啥？不做个内政部部长哦。哦，二二八的时阵哦，这蒋渭水就真早都死去啊。啊，二二八的时阵，国民党哦要掠蒋渭川，蒋渭川就是蒋渭水的小弟。啊，蒋渭川哦，知影外口人在弄门，伊专为后面门走。啊！这个中国兵啊，哦，一枪就给伊开门的，这个林蒋渭川的查某囝拍死，哦，安尼啊，蒋渭川断大亡，啊，尾就蒋介石感觉讲，哎，主要利用台湾人来管台湾内事，所以蒋渭川发表做台湾内政部部长了，吼。蒋渭水的迄个本土运动，哦，由于生来具有的乡土感情，对乡土的实践加迄个压迫不满，哦，以不期待乡土改革进步殷切，蒋渭水不仅毅然决定抛弃世俗生活，致力唤醒台湾岛的工作，为台湾政治运动鞠躬尽瘁。伊是一个本土的运动者，当时所谓本土运动是往个民众做基础，台湾做基地，哦，从事对抗日本的活动。哦，蒋渭水变作台湾本土运动的擎天柱，蒋渭水所领导的民众党也是本土运动的主要社团。这张已经有看到了哈，啊，台湾文化协会哈，他都要啊，讲个真好，无讲共产党不使，哦，这个第二次世纪，哦，共产党提出台湾革命，哦，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台湾独立理念的政治团体，哦，这个台湾民族积极的意识，哦，在台湾的左翼运动者，哦，批评组织起来，准备跟日本的殖民体制对决，这是为罗修一日记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的序来对该抄来一段文啊。啊，台湾共产党是安怎成立的？哦，林木顺甲谢雪红，哦，抱着徐乃昌、谢连清的后尘呐，啊，哈，哦，留学苏联。这个谢雪红是彰化人，彰化人哦，因倒是一个真善者。伊老爸死的时阵哦，甲伊个姐姐卖出去，哦，通甲因老爸带。啊，卖出因老母死，就甲谢雪红卖出去，红做新妇啊，哦，啊，甲因老母去下葬。啊，谢雪红伫糖厂内底工作，有读过小学，
啊，到个上海的时阵哦，谢雪红到个上海的时阵，家己改名，改做谢雪红，因为看到这个人死的这个世中间哦，迄个红哦，无共款，伊就讲谢雪红。啊，在这个上海，一定啦哦，一定啦，就是有啥物运动哦，伊就行喺头前。啊，大家迄、那个。大家按照对这个英国军队、法国军队哦，真侪外国军队哦，头前行过来吼，啊，大家拢爱谢雪红行头前，啊，谢雪红啊绝对行头前，因为因认为哦，即个阿独阿兵哦，无要对查甫人开枪，啊，所以谢雪红都行喺头前，哦，啊，谢雪红安尼一炮而红，啊，就。第一届上海有一间共产党的大学，哦，全邀请伊去读大学，哦，小学毕业就读大学，哦，啊，读大学，啊，读大学无几个月，全哦，苏联那边啊注意到这个这号人物，全甲这个林木孙甲谢雪红恁来来。莫斯科读，哦，去莫斯科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日本人班。本来哦，谢雪红是去读中国人班，但是这教官解讲唔对咧，你爱读日本人班，你台湾是受着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以你爱读日本人班，哦，爱靠日本人给你斗三工，让你有当独立，哦。这个在莫斯科也够哦，一个学校叫做孙逸仙大学，是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学生，哦，叫孙逸仙大学。所以这苏联哦。伊个迄力量啊，真大！哦，受到列宁的殖民地甲民族问题的指导，这台共伫民族自决、甲民族革命，哦，的顶头没有动摇过。1927年九月，林木孙甲谢雪红完成他们莫斯科的共产主义的训练了。炸到第三国际训令，哈、哦！伊要求伊成立台湾共产党，得有系统的思想基础，佮具体的战略方面，哦，实行。所以台湾共产党的思想是依附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佮日本共产党的之下，成立台湾共产党。这个就是孙逸仙大学，在莫斯科的孙逸仙大学。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党员去用镇压，哦，啊，日本的领事馆配合国民党来抓台湾留学生，控制的留学生林木孙。甲谢雪红到甲上海了后，不得不潜入地下活动。哦，啊，在台湾吼，林日高、洪朝宗、蔡孝乾，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厦门的潘清信，哦，来上海共同成立台湾共产党。所以台湾共产党是在1927年，哦，要来成立，啊，啊潘清信，啊，1906年台北大屠杀的人，啊，1922年到中国福建，啊，任职，1924年在读上海大学中学部，甲共产主义者，哈，并且共产党员。潘金星
1931年唱的台北，哦，啊，但是王万德去用掠去潘清信哦，佮走去鬼人哦，佮艾琳简世娥同居一个月。这简世娥是啥人？简世娥是台南人，台南人哦，伊嘛是感觉讲，第一日本统治也无好，所以挖去这个共产党这边，哦，简世娥，哦，同居一个月，要就逃躲去厦门，被抓的时阵是26岁，啊，被判刑15年。1927年12月，林木孙甲谢雪红，哦，啊，等下东京接受日共，哦，邀请，哦，啊，这个当时哦，伊只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就是讲台湾的共产党是受日本共产党指挥的啦，哦，的名，哦，啊，日本共产党。哦，第一日本政府的3.15大逮捕精英政师，我头拄仔有讲过，日本人要抓一个人哦，毋是安尼，你这個人违反了日本的利益，甲你抓，伊是看你过去甲啥人接触，啊，甲等啊一个时机，你所接触的人有20个、30个、50个，最一捆甲你抓起來，哦，所以一声哦。日本共产党就消灭去了，哦。林木孙甲这个谢雪红，在1928年一个回来个上海，哦，啊，4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下提议召开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大会。哦，出席的人有林木孙、谢雪红、汪泽生，哦，等等，哦，林日高、潘清信，哈，哦，啊，加这个中共的代表，哦，这个就是谢雪红，这个林木孙，哎，我后又一，这个林木孙。在上海那边上。1928年4月15日，根据积极分子的大会决议，哦，在上海法租界来罗波神父街甲萨菲路的交接口的金神父照相馆的二楼，召开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出席的人有林木孙、谢雪红、汪泽生、林日高、潘清信、陈来旺、张茂良，啊，甲中共的代表彭荣、朝鲜共产主义的代表吕运衡，哦，等。啊，头拄仔有讲到汪泽生，汪泽生是虾米人？哦，1903年出生的大稻埕。英禄丁，哦，伊大稻埕工学校毕业，1920年就去厦门集美中学，1924年到个就去厦门大学，1925年上海大学社会系，这个上海大学哦，校长是这个不作个台湾的迄个考试院院长还是？袂记啊，无紧。哦，上海大学，但是这个上海大学哦，是这个共产党的大学，哦，所以无偌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哦，啊，变做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在上海英租界去用抓去，啊，上台湾。日本的政策就是讲，你不管什么人。在上海犯罪，在日本犯罪，犯到日本政府的罪的时候，把你抓去，
了去啊！你台湾人送去台湾，和台湾的法官处理。啊，这谢雪红嘛去用了去，啊，谢雪红了去啊，全给送来台湾。啊，台湾的法官看，哎、欸，啊，你是一个小姐呢，你还讲去了啊？帮助去，帮助去，啊，就给谢雪红帮助去。翁泽生哈，这拢有相片作证。哦，林日高，哦，林日高，这个台共，哦，台共党中央，哦，三人党中央，一夏帅宏、卓贤啊，林日高、庄春火、噶郝柏威官、夏帅宏、卓贤，台共党中央了、啊、哈。这个对林志高，好啊！1928年4月18日到二十在上海开会，啊，国际吼有什么人？林木孙做什么？啊，林志高、蔡孝乾、蔡孝乾这个人哦，不参加中共的25000里长征。咱台湾人也去到25000里，迄、那个，甲共产党哦，对方入的吼，嘛参加有对啦吼。庄春火吼，洪朝宗啊，敖波委员吼，敖波委员，即谢沙洪得的敖波委员来对了呢啊。啊，但是你看起来，即寡人拢是知识分子，吼啊，出身伫即上海大学吼，的人上侪。哦，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是大共的三大主张。哦，伊咧要求，和台湾独立。哦，爱没收日本帝国在台湾的财产、土地、企业跟银行，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的榨取制度。树立台湾独立民主政府，但迄阵流行一句话讲：“天下第一公，虾米？”哎，对，正甘蔗和火下崩，那正甘蔗和火下崩是天下第一公，因为哦，迄制度，你即区的迄个甘蔗。干那会使卖予一间，啊，迄区的甘蔗卖予迄间，你袂使一间卖来卖去袂使，啊，所以你干那会使卖我一间的时阵哦，你100斤我甲你称讲，啊，你50斤，啊，你就无会当讲，啊，所以哦，天下第一讲，正甘蔗和火下崩，哦，所以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吼，伊要。树立台湾独立民主政府，啊，政治大纲，啊、哦，组织工会，吸收工人加入组织，哦，所以这共产党哦真厉害，伊用个工会等等的活动哦，伊照顾农民，嘛农民嘛是照顾。这个上阶层的低阶阶层的人哦，一头工去照顾伊个，这就是共产主义伊要做的代志哦。啊，伊的口号哦，打倒总督府专制政治，台湾民族独立万岁。迄阵就会晓讲台湾民族。哦，啊，即马颠倒，咱的头壳受歹去啊！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民族跟中国民族都无共款的，哦。建立台湾共和国，废除压制工人甲农民的恶法，争取7小时的劳动。咱即马是8小时啊，吼，只是工作8小时，拜六礼拜休困，哦，
争取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哦，争取土地归贫农，哦，啊，共产党成立了后，刷了都有过来的活动，哦，上海读书会的事件，哦，啊，这是一个活动啦，吼。台湾共产党当家特别直播成立个会面，哦，这个在日本当家有成立台湾共产党，哦，但是日本人哦专给掠掠的，哦，所以在日本的共产党专消灭去，哦，安尼，咱今日就讲到这哦，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请起立。今日下课十分钟。